下午还有一碗阿牛说叫什么素烩，叫素菜大杂烩。这个是笋，这个是笋干啊，这个是腐竹，然后这个是贡菜，就是那个莴笋嘛，莴笋干，那叫贡菜。准备炒一个。鱼它已经腌好了，刚才都已经切过刀了，都切过刀，然后剃刀剃过了，然后腌一下，腌了一会儿了，一会儿放在油锅里面炸一下就可以了。配料都在这里啊，蒜、葱、红辣椒、青辣椒、洋葱，这个配料。
换几片拉过来。滴下来了，太多了。